哎，Hello 小姐，你好。早安，金博士，今你天依旧很好。帅气的看到您坐在这边等大家。我们谈到糖尿病的嘛，对。可是你知道谈科学啦，谈疾病啦，那个没有意思，而且无聊，而且谈疾病这个是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绝对，绝所对。以呢，我为了大家高兴高兴，我调降了100万、200万，这样开玩笑的，实际上是300万哦，三不是吗？我就是后来我有点后悔了，因为这个不太礼貌，所以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原谅我一下，好不好？不会，大家还是很想争取那个300万美金。好，我们今天继续下去吧。好，OK，我们开始。好，今天我们谈的是这样的，对糖尿病，那个医生说这样的话，报纸上是这样的话，那个大家的常识是这样的话，很多常识嘛，很多误解，很多常识嘛。可是我今天举几个很普遍的对糖尿病的知识。对糖尿病的常识，甚至对糖尿病的真理，我要校验，一个一个的校验，你会交笑，因为很多人的，甚至医生的，很多人对糖尿病的知识是不对的，所以今天要谈那个事情的，OK，对糖尿病的知识观念是不对的。对好，对，好，这。最常用的，大家都有的，我们从那里开始。好，好，他们都说，大家常犯的错误。对，他们都说有了糖尿病，用生活方式，比如说吃的小心，运动多，这样管理，你应该。每天听过这样的糖尿病的话，是用食疗、用运动、用生活方式的改善来控制管理糖尿病，大家都这样说的。可是是。呢，这个是理论上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能的。可这理实论际是上啊，很难做到。实际上用食疗吃得小心。多多运动，用这个方法来可以控制的人是糖尿病患者里面的1%而已，一就百是个患只是一百个，分之一而已，99%都失败。都用这个失败的，甚好。至真的能用这个，只用这个两个办法成功的人的话哦，是糖尿病，他们不得到糖尿病的。对，既然他可以控制，他就 不会得病，对对，对，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是有一点空虚的，比如说空虚的理论，空虚的常识，比如说有人没有钱的话，你应该多赚钱，应该出去多，那样可以解决你没钱的话，对吧？一样的话，对不对？所以呢，对。这是空虚的知识，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的。所以呢，我要把第一个，有了糖尿病，有了糖尿病，吃得小心，多运动，那样来管理管理。医生都是你第一次被诊断糖尿病的话，医生都这样说的。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空虚的话，没钱的时候。你多赚钱，然后多出息。比如说，可是有一个，可是我这样的话，好，你出去找有钱的，你朋友好不好？这个是比较有现实性的。可是，这个是空虚的话。第二个呢，西药，口服的西药哦，那就是说。您去医生找医生，然后医生诊断你有糖尿病的话，他们第一次，如果
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哦，他们开胰岛素处方，可是还没达到那种严重的地段的话，他们都给西药嘛，口服的西药嘛。西药有这种七八个种类而已，这个是化学成分的名字。可是实际上的制药公司生产的牌子的名字会有很多，可是基本上里面的化学成分是这样的。就叫学名，对学对，这个名，学名的，不是那个标签上的商品商名，品名，对，商品名很多。对。那我告诉你啊，我上一次有一点提到这个了，吃这些口服的西药心脏麻痹、中风、癌症、女生的话，阴道酵母感染、下部尿道感染、肾脏病、头痛、恶心、体重提高。都有非常非常危险的副作用，这么多，都毒性，都有毒性的。好，我是是，这样子，好不好？对，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吃了这个药品，有什么什么样的副作用？吃了这个药品，吃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可是呢，这个制药公司。很可笑的是他们为了研究花的钱，比为了历史花的钱，为了历史花的钱更多。我们提到这个是有什么是不副作用的话，马上高，所以我不敢说，真的。原来所是以呢，这样啊！他们是为了安全，对，研究开发。在那里不花钱，就是为了历史，要人家花的钱更多，所以我不怕说。可是呢，如果台湾的朋友们，台湾的朋友们，提供给我们好，我是从这个时候有了糖尿病所以我吃这么多的西药，这个期间我吃了这个药这么多，然后我吃了这个这么多。如果你们提供给我们的话，提供给我们那个资料的话，我会告诉您，那您应该有这种问题，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回答。可是了解。我不能反驳这个药品有什么这样的副作用，为什么他们马上告您就有付不完的官司的诉讼费了，我？了解。对，所以呢。个人台湾的朋友们，如果发给我们，我是这样的，我会一个一个人的回答您那个从这个药受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从这个药我会一个一个的回答。而且呢，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糖尿病的这个药是现在是。欺骗人类的最大的骗局，哇！我告诉你啊，是这样子。糖尿病的这个口服的西药越新，你应该更小心；越新的西药，你应该更小心。为什么呢？问题是这样子，有一个制药公司。发表，我们有新的糖尿病的药，这样的话，股价飙升。股价那飙升，天股价飙升，那个时候赚的多少呢？你发表，你有一个糖尿病的新的药，这样的话发表当天，那个这家公司赚。股价的价值上升，赚美金几百亿块，几百亿，几百亿，几百亿，对，美然后呢，金，美金，然后呢，
有了国家这么表彰，那就是那里的总经理啦，那个研究开发主任啦，都是拿到分红，拿到奖金。问题呢？大概2个月、3个月以后，患者开始死。他说：“最近的所以您查一查这个调查的话到现在最近过去20年当中，新的糖尿病的药出来的时候，2、3个月之内，患者开始的大部分没有例外。”大部分没有例外，也更是可怕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患者们死的话他们就是给慰劳金。慰劳金。哦，那是啊，你死的话啊，你是你，如果你住口不告诉大家的话，我给你100万、200万这样。这样的话这个是输血是这样子，您赚。几百亿美金，然后死亡的人给最多是8亿，所以赚几百亿花8亿，小钱，小钱。然后呢，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话，他们就是把公司卖给别的药公司，别的制药公司，然后那个别的制药公司用别的名字。带上市，再上市，然哦。后那个地方开始有问题的话，然后用一样的办法卖给别的制药公司。哦，所以呢，最近越信越危险，那个糖尿病的药的话，越信越危险。而且如果糖尿病的，因为您说那个台湾那个加拿大的公司机构认定。我们是世界第一，主要原因是我们是很安全的，提供给人家降低医疗是抵抗的那个效果，所以他们给我嗯。们的那个世界第一的地位。这家公司真的做梦中也要做这个效果，用化学的办法降低。胰岛素抵抗性、胰岛素阻抗性，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愿望，最大的愿望。没办法了，我们是独家的，我们是垄断的，所以呢，他们是骗人的，他们是骗人的。所以呢，我要给台湾的朋友们一个警告：如果一个西药说他们也能。把胰岛素抵抗性降低，这样说的话它那个产品对于肝脏有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毒性，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你对于西药您告诉我们，患者们告诉我们，我用这个的，我会。仔细的、具体的提供给你科学的目录，有这个毒性，有这个结果，这个所以呢，为什么那个一般的患者们不知道这个呢？为什么一般的医生不知道这个呢？医生的话他们知道，可是不敢说。患者的话，那个媒体报纸。都不敢谈这个了，所以不知道，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具体，那个具体的每个人提供，所以呢，这样的沟通办法实际上不太有效果的。可是对我们的跟我们有关系的顾客，跟我们关系的朋友们的话。就是我们继续这样的用这样的办法，你看，我从刚刚听到现在，我都没有发问任何问题，其实是一直反复在思考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但是金博士，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吃糖尿病用药的时候，
它的初期反而是可以控制它的血糖值啊。对，那这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告诉你啊，那我因为我如果具体谈的话，被那关系的危险性，所以我有一点模糊的，有一点暧好，昧的办法谈好不好？理解。如果你去医生找医生，医生给你诊断你有糖尿病，如果对。他。我不要提具体的产品的名字，不要提化学成分名。如果他给您小小的药，很小小的一颗一颗的药胶囊的对。话哦，那个的机制，那个的功能都是原理。那个原理是把胰肠抓胰脏。从胰肠里面的。那个胰岛素抓出来的，抓出胰脏里面的胰岛素。就抓出那那个更多分泌的，让它刺激它更多分泌。对。可是呢，这样的话已经这个pancreas 胰腸是已经累的。可是你这样哦，继续知道啊？失去功能。对，因为他已经太累了。可是对。继续抓，继续抓，这样的话已经累的那个功能。功能已经等一下没了。懂，理解，理解。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呢是。第二个，那个，刚才我看给你的目录里面的中间的几个是这样子，对，对。那个是用人工的办法，副作用。对，他们是怎么样降低血糖是？我是告诉那个的，用人工的办法人工。引发消化不良。哦，所以呢，吃的淀粉不分解，或者分解的分解变成单糖的分解的淀粉不被吸收。实际上吃了饭也是等于没吃没饭吃。的所以呢，当然血糖是降低嘛。哦，等于是阻断它的分解吸收。对。这个很棒的办法，可是我知道台湾最多销售的糖尿病的西药就是这个。我告诉你啊，用那个办法继续下去的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肠子里面的黏膜、保护膜，肠黏膜，对，那坏掉了，用人工的办法。继续引起着消化不良，继续引起消化不良的话，那个保护膜坏掉了。然后中间是跟不要进去血液的蛋白质，不好的蛋白质进去血液，中间是跟那个很大的蛋白质全部进去。进去到血液里面。哦，那进去血液里面的中间是跟蛋白质。怎么呢？马上到大脑里去的。老人痴呆、自闭症、帕金森从这里来的。了解。所以这个是谁呢？我告诉你啊，我这样说的话，他患要者们小会心，要小心。对，我要小心的。好，比这些药。更好的有一个产品是，我告诉你啊，黑板上写的粉笔，哈？黑板上写字的粉笔，粉笔，这个比这个产品更好，嗯，啊，一样的原理，又便宜。又便宜，副作用也是小。可是一样的机制，一样的原理，
引起人工的消化不良来降低血糖一样的，吃，所以这个是比方便不好的产品啊。可是方比的话，有一个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方比的话什么好处？第二天你可以控制那个马桶里面的那个大便的颜色，你是和方红色的。了解。方红色的方比的话，你第二天你可以看得到方红色的。所这是以开其玩实笑，我不是。是，不过我觉得您的意思也就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吃的西药的毒跟身体的作用，其实跟粉笔一样那么毒，对不所以对？真的，实际上方便吃，没那么高的毒性。西药哦，真的吗？西药才有毒性的。哇！所以呢，西药，我提醒大家，有这么多的危险性，你应该小心一点。那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危险性。对，你最近你听过这个新冠病毒？如果有些人有糖尿病的话，更危险。你听过这个吧？有。糖尿病患者如果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话，很危险。应该听过这个吧？有听过，有听过。为什么更危险？吃糖尿病的西药的人，对于新冠病毒非常非常敏感。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里面吃这个口服西药的人，如果得到这个新冠病毒、新冠COVID 的话非常非常危险，死亡的几率占五更倍，高，占五倍，五这倍。个特别是眼睛有问题的，糖尿病患眼睛有问题的那个用眼睛后边的那个那里有水问晶题体，的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这对。个的意思就是他。细细的血管有问题的，所以呢，习惯。新冠病毒打那里的，所以呢，那些患者的话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个也是他们控制媒体，用暧昧的话把这个知识传出去，可是新冠病的这个跟。糖尿病，为了糖尿病吃的西药是有冲突的，很危险的。然后我要告诉另外一个是这样子，中药，中药，然后民间疗法，对，台湾跟中国，那里用的中药跟药草，中药跟民间疗法。大概有1000种的中处药，方，然后民间疗法。对，我们公司有25万个那个药草跟民间疗法的那个处方的资料库。我们。是世界第一的资料库，就对于世界各国的民间疗法跟药草的关联的资料的话，我们是世界第一，我们有25万个，都分析过这个有什么样的毒性，这个什么样的机制来这这个什么样的效果，我们都分析过。对，中国的药草。处方房子或者民间疗法，大部分都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引起人工的消化不良来降低血糖，都有这个机制。
99%的中药的糖尿病处方，都是用人工的消化不良来把血糖降低的，哇，都是99%。印度的药草有一点不一样，印度的印呃，所以呢，跟中国的有很多为了糖尿病吃的药草很多嘛，麦冬啦、天花啦、桑叶啦很多嘛，大部分都是用人工消化不良来降低血糖的，我刚才提到。然后，所以我就是，民间疗法跟中药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们用暧昧的话语来欺骗我们的啊，什么象棋、下棋，什么气，什么，开玩笑的，而且，如果有良心的中医的话，他们不会用糖尿病的这个单词，因为糖尿病这个是西医的哲学里面的那个疾病的名称。原是，来中国的医学里面没没有有这这个个，概念呢，对，就是有个小咳啦这个是相当于。现在的糖尿病的那个以前的中国医学里面的疾病的名称，所以因为他们看得到糖尿病患者这个市场大，所以我们也要卖点药，所以他们开始用糖尿病这个单词，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没有良心的太商业性的行为，另外一个。这个是比较小，台湾比较少，可是美国的话，您听过减肥手术吗？减肥有，手很术，普遍，很普遍。哦，这个很恐怖，把围城是一个袋子吗？围城对。袋子吗？把它减小吗？大袋子剪掉做成，变小袋子。这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可怕的手术，而那就且，因为它瘦得很快，瘦得很快。对，对。所以因为台湾比较小韩国比较小，所以我不要具体的谈这个了。我告诉你啊，到现在我已经提供了，人家常对于糖尿病有的比较常用的误解。我现在说的话，好像你会觉得有一点难接受，有一点这个金博士你说的对吗？可是我说真的，我们是说，如果我们说糖尿病有这个问题，糖尿病有这个问题，而且糖尿病吃的药有这个副作用，有这个副作用，这样的话他们都说。所以呢，预防更重要，都这样说的吧，对不对？对，因为大家都说糖尿病的预防更重要，对不对？因为对，没有治疗办法，预防更对，重要，都是这样说对，的，这是完全骗人的。糖尿今病，天，我先打断一下金博士哦，因为其实从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现在，已经有太多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去挑战，就是目前现代人的观念。对，那包括您刚提到的中医、西医，然后呢，的确，我刚刚其实一直在反复思考，我也想到一个东西来对照金博士所讲的，不管他是做中医治疗还是做西药治疗，好像永远都得要控制自己的饮食。对。这个意思是代表是说，也等于是说，药物它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两个原理，一个是用人工的方式控制它的消化变得不好，所以它不会分解利用；另外一个是利用了我们强迫
我们原本的对，身体的对，胰脏制造，其实可能要用一辈子的胰岛素，它可能在短短几年就把它用完。对，对，对，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医、营养师、中医师，他还是会不断地告诉你，回去你还是要控制饮食哦，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哦。对，所以他并不是在做根治，所以他要你不断地去控制行对，为。对，对，好，然好后。，OK。您因为患者们说，那我不断的这样子啊，我觉得太痛苦，他怎么这样的？他说，所以呢，预防更重要。这是我觉得是骗人的话语。为什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能预防，糖尿病不能预防，不能预哇，防。又是一个震撼。糖尿病不哦哦哦，能预不防，能预防。我告诉为什么对，呢？现在哦，饮食里面的卡路里热量太高。哦，饮食里面这个一样的东西，跟以前的东西热量不一样。啊。是一样的面包，10年前、20年前的面包，现在的面包里面的热量比以前的面包的热量。高3倍4倍，我理解，因为要加很多的奶油，加很多的牛奶，有它才变更好吃。他们不只是加奶油，他们加化学添加剂，他们只是放很多东西的，因为平时的平常的那个面包里面，而且平时的在您可以超市这里买得到的饮食里面都。都有200到300种的添加剂。200到300种，哦，所以才变得那么好吃。对，而且这个实际上是好吃吗？还是他们化学添加剂的功能都是控制你的脑，控制你的，他们给你。一定要那个食物的习惯回，他控制你的脑，下去要那个下去，他们给你习惯性的，不吃那个不高兴，成瘾，不是成瘾，而且不只是成瘾，越吃越多要那个，每天要吃那个，而且每天要吃更多的。所以有那个所谓食品工学，都是那个怎么样让人家多吃这个的，怎么样让人家有习惯性的吃这个的？超市上的大部分的食品里面有200到300的那个，而且更可怕的是哦，那个食品公司的政治上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不必公开放什么样的，里面放什么，他们不必公开，不必报告，这可怕。那个里面，那个200到300的那个食品添加剂里面的一半都是引起胰岛素抵抗性的。200种当中，有一半都是引起胰岛素阻抗性的添加剂。对，所以您的哇，超市都是这样好。子，你哪里有办法你预防糖尿病的？您啊哦，啊，而且我有一个另外一个，而且您今天你去超市，你自己看一看，超市那个看标签，100%都有果糖，然后也是有。果糖椰子油。都有，为什么呢？果糖也是有的话哦，保存期间可以比较长一久，点然后而且颜色比较好看一点，而且吃的话，我们叫做后味比较好吃，好吃，很顺，顺口。
所以呢，不放这个两个的话，不放这个两个的饮食，现在超市上几乎都没有。可是呢，果汤也是由是引起胰岛素抵抗性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所以呢，我是说，好，现在大部分我们吃的饮食里面都有这么多的，引起胰岛素阻胰抗岛素性阻的抗，成分，对，你怎么预防？然后我另外一个告诉你啊，我们人类就是开始有这种文明的生活是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10万年。10万年来，我们有这个文明的，1000多啊，就是野蛮的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几百万年，我们经常经验饥荒、饥馑、吃不饱。缺乏饮食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适应。那种饥荒、饥馑的长期的3个月、4个月的没有东西吃、没有饮食、很长的饥荒的那个时期的，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的，而且身体是已经为了那种缺乏饮食的那种，我们原来是那种动物，而且我们人类的身体是每天3到4个。中老冬，为了那样的身体的，我们是那种动物的，原来是。可是最近这个几千年，特别是这个几百年里面，饮食都有饮食太多，太多，过剩，过剩。而且那个每个饮食里面的热量是那么高，而且那个饮食里面都有刺激，成瘾的那个，又习惯引起习惯的，想那要个更吃更多，添加剂。很坏的添加剂，我们这个不能预防糖尿病的啊。而且原来如此。现在有几个人，这个社会里面几个人做3到4个小时的重劳动。现在没有人了，大家应该改职业，都去种田、盖房子。OK，好，理解。所以呢，而且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现在您跟我也是用电脑看屏幕这样的，对。对吗？这个对于我们的脑有。太多的刺激，太多的紧张，给太多的精神压力，也是引起糖尿病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我们的身体的最近的那个改变，我们的那个进化速度啊，我们的动物的进化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的文明的变化的速度。所以实际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哦，文明跟进化的速度不一样来引起的疾病，没有办法预防的，这个是了解，人类的问题，文明的问题这下我明白了，的。明白，所对，以如果您说，哎呀预防更重要。这个是空虚化、空套话，空谈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是这样子如果有人找你我没钱，我怎么办？你说人幸去福赚吧就钱。行，这样的空套话。所以那是所以糖尿病这个的话我们真的从糖尿病这个观点可以看得到我们。那21世纪，这个我们文明里面的普遍的骗人的假话、误解太多太多了，所以然后呢，就是我最后提到胰岛素吧，胰岛素，
人家对胰岛素也有很多误解，因为对。他们说好，我就是现在只吃西药，不打胰岛素，所以我还好。胰岛素最坏最后的选择，这个也是错误的。哦，实际上胰岛素的副作用比西药还可以的。比较没那么严重，对，口服西药，哇。可是胰岛素的话有几个问题。胰岛素的话，刚才我们就是胰岛素的话，用胰岛素的话，胰岛素阻抗性开始发生嘛？胰岛素抵抗性开始发生嘛？对，所以呢，你应该用越来越多的胰岛素，而且血糖的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对。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患者们好好想这么多的那个因素都来考虑，好好思考的话啊，用胰岛素，而且用我们的产品把胰岛素抵抗性降低，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反正。副作用比较小，对，而且胰岛素用了，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把胰岛素阻抗性降低的话，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减少。可以到不用吗？到现在停止胰岛素的人是大概一半，了解，一半。所了以解。可是100%把胰岛素的用量减少70%，所以以前的话用100的话用30来可以控制血糖，是。所以胰岛素人患者们都以为胰岛素最后的，我不用，我还不用胰岛素，这个也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实际上实际上，对糖尿病，这个是有太多的误解，是。而且我觉得呢，如果你让我说有一点哲学的那个表现的话我觉得呢，糖尿病这个的定义有一点问题的。怎么说？你用这个数字，人工血糖高，这个跟 cholera 或者 malaria 这样的话，这几个细菌来引起这个疾病这样的，可是这个是所有新陈代谢的结果的一个人工的数字而已嘛，用这个可以定义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这个哲学上来讲，那个疾病的定义好像有问题的，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始用比较新的概念分析研究治疗这个疾病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您告诉我，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那个政治集团是什么呢？正当不是糖尿病协会。糖尿病协会是最有权力的，最有权树力的，立的，对，对。那糖尿病协会，他们控制医生协会，他们控制，所以呢，谁都不敢，跟他们挑战。我听懂。所以呢，糖尿病协会，用这种办法定义糖尿病是什么什么，是没有人敢挑战这个的。所以呢，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糖尿病协会这个呢，是每一年把糖尿病的定义，把血糖越来越降，以前的话150标以准越下，来越。对对，150以上是糖尿病，那等一下130以上的糖尿病，越来越严格，为什么呢？那样的话，他们得到的患者更多嘛。
而且国家哦，保险系统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钱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政治的，非常非常政治斗争的不是科学斗争的政治斗争的结果。金博士，您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影片还要播放出去吗？我觉得您会非常危险。我会否定所有的，我说所有的话，这都是韩真冰的小姐说的，我只是同意而已。我的中国话不好，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不，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哦，把这些资讯让大家去有机会去听到。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金博士，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带给大家另外一个希望？因为我不希望金博士惹来麻烦，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大家带来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要针对糖尿病病患，要用对的胰岛素协助他，不要再增加他自己身体负担。您说您的商品可以在不用用药情之下，也是用这个原理，等于额外给他天然的胰岛素。好，我想如果现在有看到这个影片或这个视讯的人，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往这边走好了，我们来保护一下金博士。真的，真的，所以呢，我说，真的，我就是我谈糖尿病的时候，我不要说我们的产品好，我不要说的，我们应该谈哲学的，因为这个是哲学的问题、文明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政治斗争的问题。我想保护您哎，您正在讲下去，实在是有点担心。我会跑到台湾去那里，好不好？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太危险了。啊，真的很有勇气哎。所以那就是我们只是给一个轻松的故事来结束我说的，然后我们就是让人家开始问问题吧。好。我们刚刚开始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对，我的太太的叔叔。是在美国的哈瓦伊那里夏威做夷，牧师的，牧师，牧师的，他的糖尿病非常严重，眼睛看不见，而且那个打胰岛素也是不能控制血糖，哦，几年呐、而且快要截肢。啊？快截肢，快，因为那有化脓太严重，所以没有别的包，他也要截肢，所以眼睛也看不是，见，而且对，打胰岛素也是不能控制，快要截肢，很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可是他是，听到了他的那个女婿那侄女的女婿开发糖尿病的药。所以他就是他试了吗？他跟我联络了，继续吃了。他三个月，2、3天之内，突然变成了全部的症状都没了，突然间变成正常的，叔叔也变聪明了，眼睛那个是，很干净的，然后。对，化脓没了，血糖的，所以呢，他太高兴了。那就是，叔。所以他太高兴了。然后跟海外政府拿到了很大的土地。然后他给我们公司要我们把在那里种我们的药草。哦，所以 所以我这，这个很有意思哦。我只是做这个生意是1995开始到现在，我对，有您有讲的，很多这种故事的，太棒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问吧，Vicky，你有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听得到吗？就刚刚金博士讲了这一些，就是有提到公司的这个产品嘛，那想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就是既然它这么有疗效的话，那它这样子的话是算在药物里面吗？还是说怎么样的规范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人家最常问的问题，这个是药吗？还是食品吗？这个问题吧，对不对？对对，嗯，这个按照国家不一样。哦，是这样子，我们的产品在非洲的话，定位是药，可是在美国的话，健康食品；在中国，那北京的这个也是健康食品。哦，在韩国的话，保健食品，每个国家不一样。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吧。如果某一个国家里面我们的产品是药的话，我们可以用糖尿病这个单词。可是如果这个是食品的话，我们不能用糖尿病这个单词。可是我们可以用血糖，血糖高。血糖低，血糖恢复原来的健康的水准，我们可以这样说的。可是不能说糖尿病的治好糖尿病根治。可是像这样的那个网络上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在非洲在几个国家里面，我们的产品是药嘛，而且我们有几个国家的批号嘛，所以我们这样自由的说没问题的。可是那。某一个国家里面，我们的产品是食品的话，我们只能说啊，你血糖有问题吗？这个可以帮助你恢复健康的血糖水，这样说的。可是最大的两个差别是这样子，你需不需要处方来得到这个产品？如果这个是药的话，没有处方拿不到这个的。食品的话，没有处方也可以拿到这个的，有这个差别。可是，所以呢，你可以看某一个国家里面，没有处方，没有医生的处方可以拿到我们的产品的话，那个国家里面我们的产品的食品。而且，另外一个是，国家保险系统里面，免费的得到我们的产品吗？那样的话。那个国家里面，我们是药品是，所以呢，很多患者问这个的，有药吗？还是这个食品吗？我的回答是，每个国家不一样。我刚才说的那种几个基准来你决定。可是我说的是这样子，药或者食品是法律的问题，我要的是安全吗？有效吗？我要谈，现在谈这两个，其他是按照你现在就在什么地方，按照那里我们那个市场的环境来决定这个问题吧。了解，谢谢嗯，金博士。好，谢谢。金博士，我有一个问题。啊。Victoria，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在你在说的都是那个 Super Brilliant 这个对。产品嘛？对，我想请问，因为在我们温哥华这边买得到的都是那个韩文的包装，为我什么告不诉你，会出有英文的包装？好，您第一次接触我们公司是从 Super Brilliant 那里接触的吧？是另外一个药品，但是嗯，现在用的哦最多是这个哦哦，Super 那 Brilliant。个糖尿病的话，加拿大的话。Super Bentley 是英文的OK。，Super Bentley，所以那个我们为了符合每个国家的规定，有的时候牌子标签不一样，所以加拿大的话加拿大的话，糖尿病的产品的英文牌子的话，叫做 Super Bentley。就是其实有两个不同包装，但是 Super Brandy 就是专门在我们加拿大的包装。
哦，Triple Bentley，Triple Bentley，Bentley 是加拿大、美国、中国这个国家的。那 Super Brilliant 就不是一样的东西吗？还 Super 是？Brilliant 是也是可以控制血糖的，可是那个是为了韩国市场特别强调对于老人痴呆或者孩子的那个精神上的孩子的注意力方面的问题的那种比较特殊的产品。如果您只针对糖尿病有关心的话，您可以试一试我们的 Super Bentley。哦，明白了。我之前把两个东西以为是一样的东西。谢谢金博士，谢谢。好，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今天就是这样吧。今天比较有条件震性撼，的很条多件震性的撼。话题吧，对不对？你听对，过非这常个？多震撼。学到很多东西，谢 谢金博好士，谢谢好，韩拜哥。拜，拜拜拜，拜拜。拜拜，Victoria，拜拜，Vicky，拜拜，拜拜。嗯。